所以你都要体会这无常，啊、哦。但是有个人佫想讲啊，那咧归去啊，我从今以后我都不爱甲保养擦擦鼻去啊。反正规个车祸，外国起错啊，反正南部人会插目就好啊，安尼嘛唔对吼，安尼嘛唔对，有人想啊，过去诶，这身躯都毋是真诶，无常假诶啊，伊今仔开始吼、哦，我衫也无爱换，身躯也无爱洗啊，擦擦面。哦，啊哪里出来哦？我看无人敢挖过你的身躯，啊、哦！真正有个人会变安尼讲啊，竟然这遮无常的物件啊，归去吼，归去吼，衫也免管伊啊吼，凊彩穿吼，卫衣嘛免管伊吼。哦，身躯也免洗，反正迄无常哩，你也洗，你逐工也洗要创啊？哦，洗心较要紧吼，所以身躯免洗吼。身躯免洗，问题是你用惊，你用错一条。迄个讲一个故事，迄虚云老和尚哦，拄出家十冬吼，伊咪喺山顶，咪喺山顶吼，连头毛、头、喙手拢唔剃。结果有一届撞出来了吼，恐惊一跳。靠一个法师甲点讲吼，啊你安尼出来，闹成修行人。你知影吼？虚云老和尚拄出家时，前十年去避在山林，因为伊惊因爸母甲掠去娶某啊，掠去生囝吼，还无爱。因老爸老咧找伊，就愈避咧山内唔出来。结果避十冬吼，安尼头毛也唔剃，啊，喙手也唔剃，安尼啊。结果有一天撞出来，啊，去碰到一个师公，哇！你人无像人，鬼无像鬼，你安尼出来，袂有惊死啊！吼、哦，讲一下了，伊才去剃头。他去剃喙须吼，那伊个高精呢？啊，伊要高精呢，活到百二岁吼。高精都开始嘛是唔知影要哪修较好吼。好，咱个继续。来下一段，以意云何？受想行识，离贪离欲离爱离念，可彼是若变若异，当生忧悲苦恼矣。第一次回答说：“佛也是尊，如是不异啊。行林啊，行林公不对哈，不异的不错了哈，不错，说得很实。”好，来下一段。佛告帝舍：善哉善哉，啊，帝舍，今当说比喻哈、啊。大智慧者以譬喻得解啊。我地府的人也当透过比喻来开悟哈，也当啊。如二世夫共伴行一路，一善之路，一不知路，其不知者与知路者，作如是言：我欲意某城某村某聚落，当是我路。识之路者，即是彼路。语言似乎从此到去，前见恶道，舍左从右前行，复有坑涧。渠流，互当舍左从右；互有丛林，互当舍左从右。如当如是，渐渐前行，
得之抹尘。前行啊，行哈，你当来看这段意思哈。佛陀就甲这个弟子讲啊，讲哈，就譬如讲有两个人做一件路，啊，一个人哦对路熟悉的，啊，一个人哦唔知，啊，唔知的人就甲这个知影路的人讲啊，讲我想要去每一个所在。不管是城啊是好啊，迄、那个村头，哦，村落也好吼、哦，希望呢，我要去迄个所在啊，你甲我报路。啊，迄、那个知影路的人就甲讲，讲吼、哦，你在遐咧行吼，伊只去吼，头前有两条，有两条路，啊，迄两条路吼、哦，你顶爱吼，下一边，下倒边行呀。正平，这报路意思，你一定要下倒平行正平吼。啊，过来，你若碰到坑坎，吼、哦，还是大沟会流水吼，安、哦、尼你嘛是爱个下倒平行正平吼。所以，你若搁再碰到丛林，你同款哦，爱下倒边行正边，安尼哦，你渐渐啊行，就会当行到城内。哦，所以这拢是阮的吼，先分别对的，咱唔对的吼，啊，爱下歹的行对的。啊，就甲我写，吼、哦、啊，之前讲的，我们已经擦掉去啊，啊、哦，就是不应该行，你爱甲指掉，啊，应该行，你爱记紧安尼，哦，你嘛是教戒甲教行。同款是这个意思，教戒甲教行。动伊行唔对的吼，啊不会行对的，啊所以舍种重有，这是教戒甲教行。啊教戒就是吼，比如讲三种内底律藏，啊或者是。戒定慧商学来对戒学戒，啊，但是戒了你也不会惊到的，你袂使干呐动啊，唔袂晓戒行，安尼，安尼吼，伊拄啊无法度行咯，我定伫遐唔袂叮当，所以戒唔是死的，戒是活的，啊，变那活就是爱，就想这个方法，动伊。行歹去，歹去，啊，不会行，对的。你经历论、丧葬、盖典韦，啊，拢爱学才会使。啊，袂使干呐偏一边，偏一边吼，无圆满，无圆满。好，再来，咱看后一段吼。所以活到。第四，其譬如是，不知路者，那就如同愚痴还路；知路者，譬如来应供等正觉；前二路者，也就是众生以福为福语的所在啊。两条路，我但唔知要行倒条较对。啊，所以清楚的人，你都爱甲步步行对的路。来左路者三不善法贪嗔痴，这个害觉就是不好的感，啊就是痴。啊正路，正路就是三善觉，
啊，就是会当利用利他，哦，不嗔不害，好、哦，再来，先会当去掉贪嗔痴，啊，互伊有三善者吼，三种的性格，再来呢，佮叫伊去掉八邪哈，所以前行走路者啊，邪见、邪智的是邪思维啊，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啊，这类八正的得病叫做啥？八邪啊，八正得的得病的八邪。邪方便嘛是歹，啊，就是无好的方便法，正方便就是好的方便法，叫正方便。比如讲，劝人念佛、拜佛，这是正方便。这个也不不沾，不沾一点影响还啦，因为你这种还了，你退散还啦，你在这面前搞，你还你人，你这面前要搞不搞，你还你个人，你是怎么搞？这是八十一。那我讲你这样，咋不行？有，也准备清理哦，十三道，那个八正道，啊，将来破十二八十。人到时候，啊，有人告诉你讲，啊，恁咱去西方无代志做是做啥？啊，伊都拢好啊，成绩已经都无代志做，要做？哇，我讲我继续去啊。哎，我遐成年也无歹人啊，也无啥个拢个咩，啊，看拢好个，啊，是咱要搁收啥？其实我讲吼。我讲，这就是西方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我即摆嘛已经来西方，啊，安那来西方，我所看到拢是圣人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就是继续修行啊，袂通，安尼了解无？比如讲西方伫对，啊，西方就是即摆看到诶，我若无十二业，啊，拢八正道，啊，就是。那是西方啊，那是西方境。我碰到拢，你看拢接近合佛听法吼、哦，所以拢碰到诸大善人吼。哦，要过来，要过继续修啊。咱有业，我还要继续